在龙游这片广阔的大地上，我们走过了阳关大道，走过了石板小桥，路过了深山大泽、平坡小河，也遇见了柳暗花明、绝处逢生。而在这悠长的路上，回忆最深的无疑是三门园古村。三门园这个坐落于龙游石佛乡的江南古村，见证了传统的耕读传家和特色的商帮文明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。当我们走进村庄，三道天然屏障是必然经过的阻碍。左象山、右狮山、文昌阁寨门和左青龙、右白虎，又有一泓涧流自北向南穿村而过，成为塔石溪的源头，故称三门园。古村就坐落在范赠山下，古村倚靠着600余米的高山，林木以其苍翠葱茏，拥抱着大山的不老情怀，一峰在迷蒙中突起，巍然耸立，气势峻伟。这是一座火山，山顶鹤锥形火山口形似一个硕大无比的范赠，飘渺的云雾似袅袅的炊烟，空气里的芬芳散发着故乡的味道。沿山路而行，穿越重重阻碍，白佛岩瀑布从天而降，水汽朦胧，珠玑似箭。白佛岩势甚险峻，人迹罕至，寂静之中只有瀑布与之对话。瀑布宽3米，落差约70米，远远望去，乳白色的瀑布如银河下泻，温柔平和，贴近观之，它又势如奔马，汹涌澎湃，豪迈坦荡。相传唐朝道士叶法善曾在此修炼，岩壁数处佛龛依稀可见，梵音飞流都成了普度众生能量。或许因为钟灵毓秀的风景，三门园因此吸引来了风尘仆仆的人。山上的潺潺清流携着村中的涓涓溪水，一同滋养着三门园两岸的人家。1000多年前，汪氏家族为躲避连绵战乱，举家迁居到龙丘三门园，从此三门园里的炊烟日日升腾。百年之后，叶氏家族的叶文斌见此地峰峦叠嶂，飞瀑如涓，藏风聚气，风水极佳，遂举家迁居于此，伐木筑屋，成了当地叶氏的始祖。两姓人家以碧溪为自然分界线，翁姓居桥东，叶姓居桥西。翁姓人家以耕读传家为生，叶姓人家则倚靠商贾流世。两姓家族一同聚居在一个村里，两心相对，和睦相处，共患难，同进取，过得平凡而又幸福。日日相对的生活，使得两族形成了通婚的习俗。相遇结了缘，缘分注定了相恋。君住河之东，妾居河之西，同饮一溪水，这是地缘。
两族人共结百年连理，造就了三门园里一对又一对亲密无间、和和美美的夫妻。同时，为了寻宗墓族，凝聚血亲，双方也在村里各建宗祠，各续家谱。宗祠是举行祭祖活动场所，又是从事家族事务活动的地方，也是进行婚嫁、丧葬等重要仪式和传统伦理教育的场所。两大家族通过宗祠记录家族的辉煌与传统，传播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的中华传统文化，展示宗族血脉的高贵与名望。翁氏宗祠又称与金堂，是明代早期的三进二开间建筑，取材讲究，因年代久远尚存两进。与之相比，叶氏宗祠迄今保存完好，建筑共三进，是明中期所建。岁月如梭，祠堂的背影日渐模糊，我们只能回头去寻觅那遗落下的痕迹。门楼八字形重檐歇山顶，飞檐翘角，雄伟壮观。大门两旁的旗杆石庄严肃穆，用它那高贵优雅的姿态俯视着这红尘大地。永思堂是祠堂的堂号，它是叶氏族人寻根的标志。每一个重视家族的人都不会忘记本族世代相传、历史悠久的堂号。叶氏家族的堂号以道德伦理为名，对后世族人进行规劝教育，叶氏先祖的苦心孤诣可见一斑。宗祠的建筑构架宽阔大气，一根根硕大的木柱撑起了造型独特的穹顶。卷棚用它独特的曲线展现着艺术的阴柔之美，古老的门檐上绽放的彩绘娇美淡雅，古人对艺术的造诣之深令人惊叹。百年的时光里，翁叶两家过着阡陌交通、鸡犬相闻的安宁和谐的生活，他们一同在这片原始的土地上诗礼传家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，生活如流水般平静安稳。然而历史的跌宕起伏，朝代的迅速更迭，势必要在这宁静安逸中加入酸甜苦辣的滋味。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，此时正值手工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时期，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日渐成熟，商品流通也在不断扩大，各地商人愈加活跃，使得商帮逐渐崛起。当徽商、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，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了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。这个时期的龙游商帮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：遍地龙游商。在全国奔走的龙游商人以势不可挡的气势雄踞了商界，经商成了龙游人的谋生的手段。
加之龙游社会上素不见商，越来越多的龙游人走上了从商的道路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安居在三门园的叶氏族人，为了积累财富，光耀家族，也毫不犹豫地走上了经商的道路。最初的时候，叶氏族人充分利用三门园里现有的丰富资源，在龙游商业的大浪中抢占到了先机。他们淘得了第一桶金，让越来越多的叶氏族人不再安居田地，而是走出村庄，在风云诡谲的商海里摸爬滚打，历经浮沉。逐渐的，叶氏一族的生活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然而，巨大的财富遮蔽了他们原本清明的双眼，更是激起了他们内心开疆拓界的欲望。欲望可以带来前进、欢乐和幸福，可隐藏在它背后的还有磨难的根源、灾难的萌芽。朴实纯美的三门园古村正渐渐孕育着不可估量的变化。随着叶氏一族在商场上的不断发展，那种对土地的渴望再也无法掩藏。当翁氏族人逐渐意识到叶氏的这种苗头和动机时，他们显然是无法接受的。诗力传家的翁氏一族认为凡事都有先来后到，叶氏的想法违背礼教道义，不合规矩。叶氏、翁氏之间再也无法维持表面的平静，两族的隔阂愈演愈烈，欲望与戒备相碰撞，两族的和平安稳已经摇摇欲坠。直到那一日，两个家族的矛盾真正爆发了。当时翁叶两家都恰逢迎佛祭祖，两边浩浩荡荡的族人都要通过唯一的木桥，本来只需互相谦让一番就可平安通过的路，因为叶翁两家的互不相让便争执了起来。打打闹闹之下，两方年轻气盛的壮年更是动手拆毁了维系两岸唯一的木桥。拆毁的是木桥，破碎的是情谊。桥的消失预示着叶翁两家在这一刻彻底走上了对立的道路。原本睦邻友好的两大家族从此互不往来，甚至也不再通婚。叶氏家族更是在拆毁的木桥的岸边修建了寓意龙头的凉亭，依靠青龙山势与东岸的翁姓居住地的虎山对峙起来。龙虎斗伤人伤己，在这场长达两个世纪的对立里，没有胜利者，只有失败者。翁叶两家的种种不和、无休止的纷争，使得三门园满目疮痍，凄清萧条。那个幸福繁华的古村似是一去不复返了。两大氏族在长久的萧条中逐渐意识到了和睦宗族的重要性，两方的族人开始有意地重振家族的礼法制度。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想要改变现状，这要一步步来。最初的时候，由叶翁两姓的族长带头，将木香林当作两姓的统一思想的座右铭，深深地教育两岸的村民要友好相处。
时间是最好的良药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对立了百年的族人也在悄然的变化。在通过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几代人的努力下，三门元村逐渐从沧桑中走出来，一步步回归到曾经幸福和睦的时光。而真正打破双方隔阂、驱散百年阴影的是那一场姻缘的出现。当时翁叶两家有一对男女相爱了，却苦于两家百年的对峙，无法共结连理，只能苦苦隔岸相望。这件事被两方的族长所知，便决定以此为契机化解两族多年的恩怨。康雍之交，为了迎娶对岸的美丽新娘，两岸族人实行众筹，在原本拆毁的木桥之地合建起一座石桥，名为连心桥，寓意心心相连，相知相守。这座跨越了世纪的桥，沟通起了两岸的生活，也沟通起了人与人的心灵。石桥双心相连，敞开它宽容的怀抱，拥护住两岸平时的血脉。青藤枝蔓紧紧缠绕桥壁，也缠绕起两族的人心。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，翁家男孩翁谷生正式迎娶了叶家女叶无乃为妻。翁叶两家从桥上走过，世纪的纷争、互不通婚的历史在这一天正式宣告结束。一场婚姻，一座桥梁，勾起了寂静许久的两大氏族，也沟通起了两个孤独了许久的世界。幸好人生有离别，才有了相聚的幸福。百年的相思终是云消雾散，见到了澄澈的蓝天。生命的期待与期望都有了他们的归属。当僵持被打破之后，碧溪两岸的堤岸和堰坝也相继合组建成，清流滋润了荒凉的农田，滋润了枯萎的心灵。苦难的三门元百姓获得了新的丰收。三门元的疮痍在这一刻渐渐走远，那一场福泽洒落于三门元人的子孙万代。生活的色尽甘回带起了悠然质朴的色泽，这里的刀光剑影化为风里的尘埃，这里的恶言相向随笑容逝去，这里的晨曦光明正在灿烂摇曳。在百年后的今天，再一次走进三门园的弄里小巷，这里是相亲相爱的淳朴民风，这里是富庶安康的平常生活，这里也是古老建筑的艺术圣殿，一砖一瓦都倾注了匠人的灵魂。登入山里人家的华堂，我们真切地体会到木相邻的寓意。雍木堂，这是清康熙年间叶家在翁家旁建起的房子。建筑是凝固的艺术，却展现着流动的思想。叶翁两族透过古屋旧宅，教会着子子孙孙和睦相邻的重要性。这是一座典型的三进两明堂结构的老屋，精致大气，古朴优雅。
粉白的山墙守护住这一方天地，两重天井明澈透亮，上见天，下彩雨，四四方方觅着阳光，寻着绿意。而老宅的艺术都是从木雕中显露出来的，让我们以欣赏的目光来品味这里的木雕。木雕装饰以一种难以想象的豪华，在梁柱窗格之中呼之欲出。这是如何的一种美？它是那种繁华之中的原始质朴，那种冰冷之下的鲜活生动，是巧夺天工的艺术，是雅俗共赏的文明。我们似是嗅得了窗格间朵朵梅花的芬芳，我们似是看见了牛腿中往来仙人的繁忙，生活的耐人寻味都镌刻在老宅的角角落落。建筑是有情感的生命，从村中的建筑我们就可探寻出村民的性格，翁姓人沉稳厚重，叶姓人华丽精美。其中最精美的要数叶氏民居建筑群，这也是浙江省晚清时期建筑精品的代表。原有主体建筑五幢，现存三座，门阁题字分别为芝兰入座、荆花永茂、环堵生春，伴有庭院、花园、池塘。走进一座座精雕细琢的大院，就如同漫步在古老的艺术长廊，满目皆是最诗意的生活。叶氏建筑群惊心动魄的美，也许是不用走近，只需一仰头便能体会的。这是被誉为江南一绝、华夏瑰宝的砖雕门楼，也是所有门楼里最精致绝伦的存在。砖雕与石雕、木雕并称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三雕。目之所及，这里都是化砖为漆的技艺，门楼全以砖雕砌成。千两银子七百文，无论贫穷与富贵的人家，门面的亭台楼榭、山水花鸟、飞禽走兽，无不精雕细刻，巧夺天工。门面及脸面，古人尤为讲究。其中除了传统的渔樵耕读、福禄寿喜、琴棋书画、八洞神仙、博古图、山水图外，还有打金枝、长坂坡等几十出地方戏曲为题材的图文。我们的耳畔，百年前的戏曲余音开始婉转轮回，这里正在上演着尉迟恭救驾的曲目，这里正在娓娓道来赵岩求寿的故事。当我们与栩栩如生的人物相遇，心里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悸动，一砖一石，一山一水，一人一物，都在无声无息撩拨着我们的心绪。这些古朴精致的雕饰，婀娜多姿，静中有动，堪称我国地方戏曲的活化石。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是哪一位雕刻大师成就了这一幅幅的立体画，我们也无法得知这里的一雕一刻耗费了匠人多少的血汗。
我们只能透过这意趣的图画去追寻这些大师的踪影，去探秘那伟大创作里的潇洒风流、灿烂辉煌。或许四处经商的叶庆荣自己也未想到，正是他不经意间的举措，不仅留下了充满时代特征和江南山区特色的民居建筑，也开创了戏曲砖雕门楼的先河，为后来的民间戏曲砖雕工艺提供了蓝图。经年累月，风雨沧桑，传统的艺术真谛和人文情怀都凝聚在这一方小小的砖石中，唤醒了沉睡已久甚至麻木的生活情趣。三门园里的艺术展现着生命中最有趣的部分，演绎着生命中最有力量的部分，它们一点一滴地支撑起古村里的美好。我们轻轻地走在古村的小巷里，用心地去体会村里萦绕的和睦之气，吸收这里的欢喜与快活，感悟这里的宽容与慈悲。亲切与友好，这里的每一朵花都是灿烂的，这里的每一簇草都是幸福的，这里的每一片云都是祥和的，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熟悉的。三门园是幸运的，没有在那一场纷争中消逝；三门园是幸福的，没有在那一场欲望里迷失；三门园是坚强的，没有在那一场疮痍里倒下。我们只愿心怀清欢，以清净心看世界，以欢喜心过生活，以平常心生情味，以柔软心除挂碍。人情有味，三门园里的味最是清欢，三门园里的味最是动人。人间有情，江南古村里的情最是和睦，江南古村里的情最是浪漫。生于斯，长于斯，何愁人间无仙境。